要走一走，在我们的雾影城当中走走，巡礼一下。走。我超像他，竟然同手同脚。我跟你们说，真的很重，我没有在演，没做效果，认真很重。我拿起刀，就是要吃蛋糕。整套，真正在古时候。标榜几百公斤的配件，现在只剩下三十。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三十，它是真的以前的日本武士上战场？是的，没错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这个的重量。那还有呢？没有。先提提看。那我们等一下扶它两边啊，这边好。啊，不能这样子提。哎，会小心哈。来来来，没问题。所以我要这样扶一下。好，有没有重量？感受到了吗？哎，这怎么穿去上战场啊？很重吗？好像在重训呢。真的假的？来看，这不行，前后也可以。感受一下。好，不行了，对不对？都没办法穿的。所以师傅平常每天分身乏术就是这样子，每天哦不同的时间让大家有娱乐娱乐。好，那我们把头盔上来了。哦，好，可以了，我准备放手了。感觉超重的。Oh my god。感受一下，好重啊！这是锅盖头哎。好，那它的完成图大概就像这样哦。所以我们今天会穿着这样子的配件，来让我们的那个游客通通可以感受到最真实，也帮我们城主怎么样护卫一下我们的能量果子，还可以吗？我应该站不死哎。好，走一走看看。好，甚至我们怎么样？来跳一段舞。好，有体验到了吗？有。有没有往后走一走？来。好，我去吓小朋友。嗨，嗨，来回放了，放了。嗨，哎，怎么有人怕我啊？大家在那边拍照哎，好重哦！哎，好重啊！还是我们体验就到这里就好了。好，需要吗？还是绑起来就好啊？快完成了。打我，打我，笨蛋！打我！不会痛哦，打我啊！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最后上上面罩就完成了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哇哇！准备好了！啊！等下我的刘海还可以顾刘海啊，刘海很重要哎。来，要不要走一走，在我们的雾影城当中走走，巡礼一下？走。我超像他，竟然同手同脚。我跟你们说，真的很重，我没有在演，没做效果，认真很重。我拿起刀，就是要吃蛋糕。你不要跑，就是你。哎，你要保护我了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没办法上战场。你好烂哦。